你长大了，不要整日喊打喊杀，是时候想想嫁人的事了。如果你的心里面装了什么人，找个空隙削个荆棘，换个身份做回女孩子，过个一年半载，为师帮你去说话。你明明知道又何必如此。聚点音和樊阳郡主一样带我吗？不会是。如果横死在你面前，你也不会多看我一眼吗？不会。你会。不会，我会保护你。像保护陛下一样保护我吗？我曾经立誓要效忠陛下，但为了你，我可以。怎么会不喜欢你？没人知道我有多真爱你。师父每次让我走，都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，不想让我出事。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哪有长生的呢？每一次分开都不知能否再见面，还是只怕师父不让我待在身边，只怕师父让我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走了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
叙事更自相了。我要去当值了，邦哥看好浙流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事后，您养育我们长大，就是为了看我们自相残杀吗？师父，您的心好冷。即便是那些发誓永远向您效忠的人，也如同您手中的棋子，随时可弃吧。我究竟还能信您多少呢？陛下是不会有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的那一日的，只要陛下愿意，提兰会一直陪着您。到何时？到时间近吧。建明，师父。但你有没有想过方海市啊？连朕都觉得你这么对他是不是太绝了？等诸班事定，臣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建明希望陛下与建明解除百姓，我想请辞离朝回流觞去。若喜欢是贪图，谁要虽然现在过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，但这是我的选择。终有一日，你也要替你自己做出选择。